第191章甘草。高原轻轻推了黄文定一下，说：别愣着了，赶紧忙起来。这次中毒的基本都是我们的民兵同志。什么？军武出身的胡仁华院长当时就支棱起来了，他立刻神色严肃地问：是不是美国鬼子干的？他们先动手了？高原摇摇头说：具体情况目前还不清楚。李胜利则赶紧小跑过来，他说：高大夫，院长，我跟我老班长确认清楚了。高原看他，胡仁华问他：是被人投毒了吗？不然不会一次性病倒这么多人。不是，不是。李胜利赶紧摆手，他说：是民兵上山拉练，带队的就是我老班长曹新建。这不上山了吗？大家看见山上野生的山荔枝，就都忍不住摘了吃了一大堆，还有些人摘了不少带回家给家里人吃，这一吃全吃中毒了。胡仁华一怔：山荔枝也能吃中毒？李胜利道：我也不知道，难道是没熟，还是吃太多了？反正中毒的这些人都是因为吃了山荔枝，这些民兵家里人也是因为吃了这批山荔枝才中毒的。高原点点头，初步知道情况了。他上前查看，发现这些病人的症状都是剧烈呕吐、腹痛、腹泻，符合食物中毒的表现。黄文定也赶紧收拾了心情，他说：治疗食物中毒都是对症治疗，需要赶紧洗胃，他们呕吐很厉害，也需要及时补液，同时要用抗胆碱的药物来舒缓胃肠道的平滑肌，解除痉挛，这是食物中毒的急救办法。可是一下病倒了这么多人，我们根本没有这么多的急救器材，药物也远远不够。哎呀，这怎么办？能不能把病人及时转运到县里去？黄文定明显焦躁了起来。胡仁华摇摇头：哪里来的车？黄文定又问：那能不能赶紧问县医院借一批药品和急救器材过来，我们好方便救治。胡仁华却说：这一来一回一天都没了，就更别说还要沟通和审批。这黄文定也傻眼了，不是他无能，是他这辈子就没打过这么不富裕的仗。其他医护人员也都撒出去了，这会儿一个个观察完病情回来了，病人的情况都很统一，都是上吐下泻加腹痛。高大夫，这么多病人怎么办？赵焕章已经非常习惯事事询问高原了。高原思索了一下，问黄文定：黄医生，你那边补液用的药品够多少人用的？黄文定说：最多十个。高原点点头。胡仁华也被眼前的场面弄得内心焦灼，他问高原：高大夫，这样的食物中毒中医能治吗？黄文定道：食物中毒是没有专门的药去医治的，只能对症治疗，不过只要这些急救措施做得及时，病人情况一般不会恶化到很严重的地步，但如果延误治疗，那很有可能会变成急性肾衰竭，甚至更严重可能会休克，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急需大量的急救药物和器械，还需要一批会用这些器材的专业医师，而不是找中医治疗。对不起，高医生，我不是有意要这么说的。高原摇摇头：没关系。黄文定紧皱眉头，他道：你之前也说过中医治病是一人一方，一病一方，这一下病倒了200个人，不说别的，就算让你煎药，你也没有200个锅子，他们又是疾病，拖不得，是吧？高原回忆起之前跟黄文定在县医院时候的谈话，当时黄文定问他，中医是不是无法应对大批量病人的时候，他还应付了对方两句，没想到他还当真了。高原道：是，中医治病是讲究一人一方，一病一方，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也可以一方治百人。什么特殊情况？黄文定一愣，高原看着他，微笑道：现在就是特殊情况。黄文定和田园齐齐一怔。高原扭头对甘静道：小静，今天我要教你用一味中药，你去取一个大锅过来，算清楚人数，按照每人3000甘草的量，用大锅桶煮这3斤多甘草，煮半个小时左右，为手扶煎剂，扎再煎一次，两次煎煮要汤混和反复温服。甘静问：只用甘草这一个药就够了？高原点头：没错，生甘草善解百毒，又善调和诸药，故有国老之称。世人只知道甘草作为配角的作用，但却极少人知道甘草也能治疗极危重症。快去吧。好。甘静答应一声，赶紧跑开。黄文定呆滞地看着高原问：你打算用一个中药就把这200个人给治了？高原道：情况紧急，条件所限，只能先如此了。还有黄医生，我需要你的帮忙。我
黄文定还有些没反应过来。高原说，我知道你以前富裕仗打惯了，但现在也要习惯打我们这样的穷仗。我们现在手上的药物很有限，所以我需要你去找找那些脱水情况比较严重的病人，及时给他们做补液和对应治疗。好吧。黄文定答应一声，可环游还有些担心，他问，这样真的行吗？高原宽慰道，穷仗有穷仗的打法，赶紧行动起来吧。我可是把情况最严重的病人交给你了，你可别让我失望。黄文定彻底愣住了，难道这才是自己的机会？他看向高原，认真的点点头，说，放心。黄文定立刻转头大声道，小袁，快准备器材和药物。是。田园也兴奋地喊道，搞不了一群，还搞不了几个。这次食物中毒来得很突然，大家全忙碌了起来。高原去查看病情，针对一些发热的病人，嘱咐另外服用二分的黄连粉，以清热解毒。大家都是因为吃了山荔枝才食物中毒的，病因统一，所以才给了高原一方治百人的机会。但因为每个人的情况有些不同，所以也需要做出一定调整，该清热就清热，该补液就补液。这也符合中医一人一方的原则。大家一直忙碌到很晚，那些身体比较强的，情况比较轻的，在服药三个小时后，肠胃不适的情况就已经消失了，嘱咐回家调养。情况比较严重的，还在继续观察治疗。最严重的几个已经收治入院了，黄文定负责治疗这些病人。两日后，最严重的住院病人也出院了。这次虽然病倒近200人，但庆幸没有出任何岔子。所有病人都顺利治愈出院。夕阳下，黄文定坐在阳光里笑着。高原问他，很开心？黄文定笑着点点头，道，说来也奇怪，明明只是治好了几个食物中毒病人而已，算不得什么大病。可我怎么觉得比我以前在省医院治好那些真正的难病、重病还要开心，还要满足呢？高原看他，对他道，这就是在最艰苦乡下支援的意义，在最艰苦的地方，用最简陋的条件保卫最贫苦百姓的生命健康，这种成就感是什么都比不上的。黄文定看向了高原，品味了几秒之后，突然问，你该不会又是在哄我吧？高原一滞，而后笑了出来，然后他从兜里拿出一个窝头，问，饿了吗？吃个窝头。黄文定接过来，重重咬上一口。第192章赶集。哎，明天去不去赶集？哎，小袁小静，你们去不去啊？这可是最后一次赶集了，错过就没有了。李胜利到处蹦跶，这里窜窜，那里问问，他是个闲不住的人，就喜欢凑热闹。问了一大圈，大家都有点心动，但卫生院又不能离开人，总要需要有人留守的。李胜利晃悠了一圈，又问到了高原这边，他道，高大夫，明天去不去赶集？最后一次了，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赶集？高原目光一时茫然起来。沈从云在后面笑骂一句，你怎么还推销起来了？不知道的还以为这赶集是你组织的呢。胡说什么呢，你这个老……李胜利习惯性的张嘴就想骂，但看见沈从云的两个儿子也在旁边，他又把话收了回去，改口道，你这个老人。沈从云也呵呵笑了起来，转头对两个儿子说，你们两个也一起去凑凑热闹嘛，你们的班我给你们替了，你们放心去，年轻人嘛，多出去玩玩。严宽和严仁对视一眼，两人都有些异动。沈从云又从兜里面拿出钱和票出来，他说，来，把这些都带上，小伙子兜里没钱可不行。把小袁和小静也一起叫上，多跟他们出去玩玩。你们也老大不小的了，可别像高原大夫一样，快30了还没个对象。高原脸一黑，扭头道，你这个老家伙，说儿子就说儿子，捎带上我干什么？高原可不会给沈从云面子。沈从云干笑两声，也不生气。见两个儿子不拿他的钱，他又赶紧往儿子口袋里面塞。严宽脾气冲一些，往外站了一步，推开父亲的手说，我不要你的钱，拿走拿走。沈从云顿时大为尴尬，然后又看向脾气好一点的小儿子。严仁也摇了摇头。沈从云有些手足无措，虽然两个儿子都到了张庄，但他们的父子关系还有很深的隔阂，似乎他怎么感化都很难拉近彼此的关系。高原看向沈从云，轻轻一叹，他知道沈从云是个硬脾气的倔强人，不然当初也不会光着屁股从严家出来了。可再怎么倔强的人，也会有老去的一天，也会变成会看儿子脸色的老父亲。
高原对着严宽和严仁挥了挥手。去吧，明天你们的假我准了。好，谢谢高大夫。严宽兴奋地道谢，而后赶紧跑出去找干净了。严仁也跑出去找田园了。这两兄弟倒好，外向的喜欢的内向的，内向的喜欢外向的。高原看了中医科一圈，问还有没有明天想去赶集的，想去的赶紧说。李胜利赶紧举手道，我肯定是要去的。高原点点头。李胜利又问，那我能不能把何宇一起带走？高原挥了挥手，你要有这个能耐就随你。好嘞。李胜利美滋滋出去了。高原又看赵焕章和刘三全，嘿嘿嘿。刘三全有点不太好意思的搓着手。高原早看穿了他的心思，就说想去就去吧，带着老婆孩子赶赶热闹也行。哎哎，谢谢高大夫。刘三全忙不迭道谢。高原看赵焕章，赵焕章却摇摇头，我不去。嗯。高原露出疑惑之色。赵焕章说道，我留在卫生院里吧，这里总归是要有医生的，万一有事也有个应对。那种私人行事都要取消了，我就不去凑热闹了。高原略带深意地看了看赵焕章，赵焕章的出身很不好，所以一直非常谨慎的，任何可能在将来有麻烦的事情他都不想沾上半点。沈从云听说赵焕章愿意留下来，他责问，那我能去吗？高原没好气道，想什么美事呢，不是说给你儿子顶班吗？沈从云的脑袋立刻又耷拉下来了。赵焕章看看沈从云，又问高原，高大夫，你问了我们这么多，那你自己会去吗？高原顿时一怔，又回忆起很久很久之前，这次农村赶集是公社成立后的最后一次了，以后就都取消了，所以最后一次非常热闹，附近几个乡的老百姓只要是得到空的都去凑热闹了。上辈子高原也去了，他也是在这次赶集上才认识温慧的，也是在这趟赶集上两人才互生好感，所以才有了后面的种种。只是此生高原提前了两年就与温慧产生了诸多纠葛。赵焕章见高原的情绪突然不对劲起来，他也露出了疑惑之色。沈从云问，需要犹豫这么久吗？高原稍稍回过神，意兴阑珊地说，算了，我不去了。众人相互看看，都有些意外，不是意外高原的选择，而是奇怪他突然变化的情绪。外面黄文定也得知有急事的消息了，他留过洋，又在省城里待惯了，自然看不上这种乡下急事，但老听人家瞎逼逼，尤其看见这些小年轻跑来跑去找这个约那个的，搞得黄文定也心里痒痒了起来。委实是这乡下确实没有任何活动，黄文定来了这么久，除了在卫生院治病之外，别的事情都没干过了。黄文定也是一条单身好汉，因为这一场急事，卫生院里面充满了搞对象的暧昧气氛，看着这群小的都在成对子，他就更不想自己一个人跟这些老男人待在医院里了，于是他也决定去凑凑热闹，然后就跑去找安琪。安医生，在忙啊。安琪正在打瞌睡，听到有人叫他，他赶紧拿过来一张报纸，假装在看，嘴里含糊回答，嗯，安医生。黄文定又叫了一声，安琪才扭头看他，待看见是黄文定，他松了一口气道，是黄医生，怎么了，有什么事情吗？黄文定说，这不是明天赶集了吗，我们卫生院的小伙子和小姑娘们都要去凑凑热闹，本来我是说不去的，但想着这毕竟是最后一次赶集了，去看一看也好，所以特意来邀请安医生一起，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荣幸。第193章还在赶集。安琪喃喃自语，而后问，那高原大夫去吗？啊。黄文定一愣，说，我哪知道，我去问问。安琪兴冲冲跑了出去。哎。黄文定顿时一懵，这怎么还能掺上高原，跟他有什么关系？一段时间后，安琪垂头丧气的回来了。黄文定还待在这里没走，见安琪回来，他又再度绅士的去邀请。安医生。安琪看他，然后摇摇头，说，我不去。啊。黄文定一怔，他道，我听说集市上有些新鲜好玩的玩意儿呢，还有耍猴变戏法的。安琪却道，我是想好好工作的，不会老想着玩，我又不跟你一样。哎嘿。黄文定感觉自己被冒犯了。从安琪这边出来，在找人的时候发现已经没人了，自己的小徒弟也跟沈从云那俩儿子约定好了。田园见黄文定出来，他还很热情地跑过来问，
黄老师，明天要不要一起去玩？黄文定看田园，又看后面那哥俩明显不太自在的表情，他顿时就没好气地说，玩什么玩？我是想好好工作的，不会老想着玩，谁跟你们一样？说完，黄文定扭头就走。田园顿时呆愣在原地，然后撅着个嘴，感觉老委屈了。次日，卫生院里大半人都去凑热闹了，高原还在，只是有些心不在焉。整个卫生院就只剩下高原、沈从云、赵焕章、安琪和黄文定了。除了这些医护人员，还有院长胡仁华。胡仁华说自己是院长，所以要以身作则，要站好最后一班岗，他是不肯去的。高原虽然人还在这边，但心绪早就不知道飘到哪里去了。错了，错了。高原抬头看赵焕章，赵焕章指着高原的方子说，你不是说用白鸡吗？怎么写上去就变成白纸了？哦，高原赶紧修改，错了又错了。高原又抬头看赵焕章，赵焕章道，三钱啊，你写成三两了。好，高原又赶紧涂改。等写完之后，高原仔细检查两遍，确认没有问题，才把方子交给病人。病人还问呢，高大夫，你要不再看一遍？高原被说得有点尴尬，他道，我看过好几遍了，放心吧。好，病人这才站起来去拿药。现在胡仁华负责在药房抓药，他这个院长倒是不摆架子，什么基层的活都肯干，为了明年跟首都肩并肩，他也是拼了。等人走了，赵焕章才问，高大夫，你这一上午错好几回了，你是有心事吧？高原摇头，没有，可能昨晚没睡好吧。赵焕章看向后面的沈从云问，沈大夫，你觉得呢？我才不信。沈从云看向了窗外，他也有点眼馋外面的感激，就说，高大夫别是也想去集市了吧，所以才这么心不在焉。高原立刻回头看他，还真是啊。沈从云看出了高原表情中的异样，他道，想去就去呗，又没人拦住你。高原摇头道，不是，继续工作吧。赵焕章仔细地看了看高原，问，你是在逃避什么吗？高原不答。赵焕章想了想，很有体会地说道，逃避虽然不怎么光彩，但很多时候也是有些用处的。高原看他，赵焕章眼角微微动了动，露出一丝惆怅，假如以后你不会后悔的话。高原的手不知道什么时候攥到了一起。赵焕章说完之后，也就回去干自己的活了。沈从云八卦地问，赵大夫有过什么遗憾的人和事吗？赵焕章只是摇摇头，既然是遗憾，又怎么会轻易对人说？沈从云道，我不一样，我是愿意说我的故事的。那一年我17岁，他也17岁。不等他话说完，高原突然站了起来，问，现在几点了？赵焕章看一眼时间，到吃午饭的点了。赵大夫，帮我替一下班。说完，高原快步跑了出去。哎，怎么走了？沈从云有点懵。好。赵焕章也跟着出去了。沈从云急了，他道，你也怎么也走了？我还没说完呢，我一般不跟人说心事的。呵呵。赵焕章半点兴趣也没有，头都不带回。沈从云顿时的没着没落的，可别提多难受了。高原跑到大厅，正在药房里面猛逼找药的胡仁华还没来得及喊一声高原，高原就直接从他面前跑过去了。到了院子，楼上的安琪见高原下来了，他也赶紧跑了下来，然而高原已经跑出门了。一下安琪也没着没落，想喊住高原，却又不知道怎么开口。赵焕章也下来了，见安琪也失落得很，他道，想去就去吧，这场赶集现在不去，可能以后也没有机会了。安琪闻言呼吸粗了起来，而后他鼓起了勇气追了出去。黄文定也是这时候才姗姗来迟跑到院子里面，然后就见安琪跑出去了。哎，他不是说要好好工作吗？黄文定有点懵。赵焕章看他一眼，对他说，你才应该要好好工作。黄文定顿时大为气结，而后跺了跺脚骂道，女人都是骗子，明明什么也没发生。黄文定却感觉自己像是经历了一场刻骨铭心的情伤。高原出了卫生院，脚步匆匆往集市跑去，他越跑越快，耳边的风声也越来越大，心脏跳动也越来越剧烈。恍惚中，他似乎又看到了前世跟温慧相处的一幕又一幕，还有孩子的蹒跚学步，以及在他耳边叫着爸爸的样子。高原内心莫名的焦灼了起来，从重生回到现在已经足足2年多了，他还是第一次感觉到慌张和焦灼的情绪。
因为前世他跟温慧相遇的时间是在上午，而现在都已经过了午饭时间，他已经错过了那场定情的相遇了。等他一路跑到了集市，看着这人挤人的场面，他又茫然了起来，在原地呆愣了一会儿，才赶紧开始寻找，找着记忆中的方向，记忆中的位置。他挤开拥挤的人群，艰难地闯到那个摆摊卖书的老秀才摊位前，他左右环顾，看不到那道身影，只剩下一脸倔强干瘦模样，百无聊赖赶着苍蝇的老秀才。后生，买不买书？不买就滚蛋，别挡着我的摊位。老秀才开始轰人了。高原有些失魂落魄，他看向了老秀才的摊子，除了一本本老学究才会读的国学书籍之外，上面还放了好多个灯谜纸条。灯谜还在，书还在，老秀才还在，他却不在了。高原失落地笑了笑，他摇摇头，擦了一把额头的汗水，内心有些苦涩，也不知道自己跑这一趟是为了什么。高原大夫，背后响起声音，高原定住了脚步，也定住了呼吸，身边人群如流光划过，他甚至不敢回头看。高大夫，后面又响起声音，高原终于是回过头，安琪喘着粗气看着高原，高原微微一怔，而后就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问你怎么来了。安琪鼓足勇气说，我来找你啊。高原却只是无力地挥了挥手，说回去吧。哎，安琪万千话语都堵在了胸口。高原一个转身，却看见有人站在了他的前面，他抬头，他还在。第194章嘴臭。高大夫，温慧对高原露出笑容。高原看着温慧，呼吸粗重了起来，前面跑得太快，这会儿汗水不停往外冒，他擦着额头，擦着脸，身上一股接着一股的热气往外涌，弄得他很是狼狈。温慧看得笑了起来，他问，高大夫很热吗？不是。高原摇了摇头，长长吐出一口气，他用力地擦了一把脸，重新看着温慧，他问，你还没走？温慧说，难得出来一趟，还没逛完呢。他又看向高原身后，问，高大夫是跟同事一起来的？安琪闻言赶紧点头，高原却忙说，不是。安琪顿时一僵，哦。温慧重新展露笑颜，等真见了温慧，高原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了，神情中满是迟疑。这几个人就僵在了摊主面前，那老秀才脾气也不好，当时就骂道，干嘛呢，在我这里聊什么天？要聊天上别处凉快去，别在我这里挡道。高原看向老秀才，老秀才瞪着高原问，看什么看，你要买书是怎么着？有钱没钱？没钱滚蛋。温慧不高兴了，你怎么这样说话？老秀才不满道，我怎么了？你们在我面前唧唧歪歪说来聊去，还不让我说话了？没钱买书就滚蛋，或者你们要是能解出来这些灯谜，解一个我送一本，半分钱我都不要。没本事没文化还没钱就给我滚蛋。曾经的记忆再度涌上心头，当初他也是在这里跟温慧相遇，也是个脾气古怪的老秀才，还是这些老书，还是这些老灯谜。老秀才看不惯现代的新式教育，因为他曾经是私塾先生，所以他对身为老师的温慧百般刁难。而高原看不过眼，他毕竟是中文系出身，古今中外的文学都是研究过的，国学功底尤其深厚，要是没这些底子，他又怎么看得懂那么深奥的医学古文，又怎么能靠自学就在那么短的时间内闯出一片天地。所以高原不仅全部解开了老秀才设下的灯谜，还用各种引经据典说了他一顿。那时温慧对高原非常好奇，非常好奇，在文盲变得走得乡下，居然还有这么一个高级文化人，老秀才为什么敢这样嚣张和为难别人？不过就是仗着自己读了两天书而已。一段感情的开始，往往都是因为好奇。再后来，温慧逐渐了解到了高原的一切，两人也逐渐走到了一起。温慧是一个心高气傲的姑娘，不然不会在这年代，在这种穷乡僻壤的地方，还一路读完了高中，所以一般的男人她还真看不上。而她又是个死心眼的姑娘，一旦认定了，就再也不会变了。想到前世的种种，高原也忍不住叹了一声。如果她不是个死心眼的人，高原此生也不会这么纠结。沉默了一会儿，高原对温慧道，走吧。走了？温慧又问了一声。高原点点头，不再看老秀才的书摊子。哼。老秀才抱着胳膊蔑视地看两人。哦。温慧答应一声。
老师，你也来赶集了？原先得过腮腺炎的小胖子小跑过来打招呼。是啊，你也来了。温慧对其笑了笑，而这一下却被那个耳朵尖的老秀才听见了，他当即道：等会儿，你这丫头是个老师？温慧对自己老师身份还是比较骄傲的，当即便道：没错。老秀才却是脸一沉，骂道：区区无知妇人，居然也配为师？说出去不怕让人笑掉大牙，也不怕误人子弟，这上升到人身攻击了。温慧当即就不能忍了，他道：你这叫什么话？你这是歧视妇女，我们妇女怎么不能当老师了？我们也能顶半边天。老秀才斜眼看他，圣人说唯有女子与小人难养也。温慧顿时气得发抖，安琪莲也沉了下来。高原上辈子就知道这个老秀才嘴臭了，他对温慧道：算了，走吧。不行。温慧很倔强，他道：他骂我还看不起女人。高原无奈叹了一声，然后走到老秀才面前回骂了一句：我去你妈的。你说什么？老秀才愕然看来。温慧和安琪也是一呆，高大夫的嘴居然这么也这么臭。高原见对方没听清，他又认真地重复一遍：我可去你妈的。你竟然辱我母亲。老秀才也气得发抖。高原却说：哎，你可别乱说，我是在帮你。老秀才怒问：你帮我什么？高原道：你不是说为小人与女子难养也，我这不就正在帮你骂你那难养的母亲吗？不知道你是否需要我继续帮你骂你奶奶、你姑母、你二舅妈、你三大姨。你。老秀才手指着高原，气都喘不匀了。高原感觉对方血压都快爆表了，他无语地摇摇头。嘴那么臭，心态还那么差，人没什么用，瘾还挺大。小胖子见状嘿嘿一笑说：我也想骂。温慧照着小胖子头上就来了一个暴力。哎呦。小胖子捂着头。高原见老秀才气得不行的模样，他也有些忍俊不禁，然后再看笑靥如花的温慧，曾经的回忆再度袭来，他呼吸再度粗重起来。一时间所有的话都涌到了嘴边。温慧也看高原，他问：怎么了高大夫，你是不是有话想跟我说？安琪也紧张起来了，他道：没有吧，我们还是赶紧回卫生院吧。说完安琪上前拉高原。高原鼓起来的气却又泄了下去，他说：还是回吧。温慧有些失落：救命啊，救命，救命啊，有没有人啊，让一让，让一让。就在此时，人群那头突然传来呼救声。高原闻声往那边看去，这是他与温慧相遇的地方，所以这一天的事情他记得很清楚，他不记得这边发生过要救命的事情。高原有些疑惑，再抬头一看正当午的太阳。不是这个时间了。上辈子高原跟温慧相遇的时间是上午，现在这个点已经是下午了，那时候高原都已经回去了。快去看看。高原说了一声就往那边跑。第195章农药中毒。安琪在原地愣了一下，也赶紧追了过去。因为这是最后一次赶集，人太多了，所以两人挤得非常艰难。温慧赶紧跟小胖子嘱咐一声：你家里人呢？小胖子往另外一头一指：在那边。温慧拍拍他的脑袋对他道：找你爸妈去，别瞎跑。哦。小胖子老实答应。把小胖子送走后，温慧也想跟上去，但却又回头看一眼老秀才，又小声骂了他一句：我可去你妈的吧。你。老秀才血压又上来了。温慧捂了捂嘴，左右看了看，感觉自己身为人民教师不能这么粗俗，幸好已经把学生赶走了，刚才他说的又很小声，不怕被人听见。骂完之后，温慧心情大为畅快，这一刻他像是发现新大陆似的，果然是简单的嘴臭，极致的享受。哈哈。温慧笑了两声，赶紧跑了。老秀才都快不行了。再说高原，他一路扒开人群往喊救命的声音源头跑去。让开，让开。发生什么事情了？我是大夫，我是张庄卫生院的大夫。前面已经被围观群众堵死了，高原只能一边扒拉一边喊：大夫来了，大夫来了。围观的群众这才动了起来。高原挤到里面去问：怎么了？病人的母亲已经急得跳脚了。他喝农药了呀，喝农药了。病人父亲也赶紧扒拉前面的人：让让，快让开，我要送他去卫生院。高原道：别乱动了，我就是大夫。
什么时候喝的农药，喝了什么农药，喝了多少。病人母亲已经慌得不行了，就知道拉自己儿子。那个喝了农药的小伙子正捂着肚子疼得满地打滚，豆大的汗珠扑簌簌往下掉。病人父亲又跑回来结结巴巴问，你是大夫啊？高原道，我是张庄卫生院的大夫，我叫高原。哎呀，你就是高原大夫，哎呀哎呀，高大夫，我求你救救他呀。病人父亲急得都跪下来了。高原都服了，他大声喊道，别废话了，还要不要救人了？他喝了什么农药，喝了多久了，喝了多少？病人父亲赶紧说，是大队里的 DDT， 他偷了 DDT， 喝了半瓶吧，应该是刚喝下去，应该没多久吧，具体多久我也不知道啊。高原往后面一指说，后面有卖鸡蛋的，快去拿四枚鸡蛋过来，要快。哦哦，病人父亲慌忙跑开。高原对病人母亲大声道，别哭了，想你儿子活着就赶紧振作起来，去找烧开过的凉水和盐，快去。哎，病人母亲擦擦眼泪，马上站起来跑开了。他们前面是真的慌了神，现在高原越强势，他们就越有主心骨。病人母亲刚站起来，病人父亲就拿着鸡蛋过来了，他脱下了衣服，都过来一大堆，生怕不够用。病人父亲忙说，够了吗，这些够了吗？高原说，够了，找个碗给我，这旁边都是摆摊子的，找个碗还是很简单的。高原取出鸡蛋打出来，这时候也顾不得浪费了，直接把蛋清丢掉，只留了四个蛋黄在碗里。他搅散之后对病人父亲道，你来按住他，别让他乱动。病人父亲赶紧上前固定疼得满地打滚的小伙子，而高原则是拿碗把鸡蛋黄往小伙子的嘴巴里面灌。旁边人看得紧张不已，喝农药这是一件要命的大事，吃点鸡蛋能行吗？安琪终于在后面挤进来了，待听说是喝了农药的病人，他也吃了一惊，说，这要赶紧洗胃吧。高原摇摇头说，来不及了，这里离这卫生院太远了，而且病人现在的反应特别剧烈，等把他弄到医院就真出大事了。安琪一想也是，可是他又焦急地说，可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啊。高原说，有什么用什么吧，时间就生命，急救环境下讲究不了那么多了。高原把鸡蛋黄灌完，病人母亲就拿着凉水和食盐过来了。高原往水里倒盐，搅匀之后正准备继续灌小伙子，只是他父亲一下没拉住，小伙子又疼得满地打滚了。高原往后喊了一声说，别站着看热闹了，过来帮忙，把他给我按住了，不能让他再乱动了。这些围观的人纷纷上前，按手的按手，按脚的按脚，拉身子的拉身子，一群大老爷们上场，终于把疼得满地打滚的小伙子给控制住了。高原说，把他给我拉起来。他们又赶紧把小伙子推起来，高原上去捏着他的鼻子，把那一缸子盐水往他的嘴里死命灌。病人父母吓得捂住了嘴，脸色煞白，慌得不行。灌完之后，高原把茶缸子递给病人父亲说，继续去找水，还不够，我有，我给你拿。旁边围观群众也热心，赶紧去拿水了。另外一个大哥说，我家就在旁边，我去给你拿一大壶来。病人父亲急得忘记道谢，也不知道该跟谁走，脑子都动不起来了。高原则赶紧找了一块布缠绕上自己的两根手指头，然后捏住小伙子的嘴巴，一下就插到了他的嘴里、身后、搅了几下。哦，小伙子受不了这个刺激，立刻吐了出来。高原拉过来让他好好吐一下。很快围观群众拿水过来了，高原手上已经被小伙子的呕吐物给弄脏了，他对一旁的安琪说，你来往水里加盐。好，安琪赶紧弄盐水。高原接过茶缸子，一点不留情面，捏着小伙子的鼻子再次往里面灌，哐哐哐，往里面灌了一大缸子进去。高原放下茶缸子，继续缠布身后探吐，小伙子再吐，旁边人都看呆了。安琪问高原，这就是洗胃吗？高原说道，条件所限，只能如，这是最传统的洗胃，属于中医内治八法中的土法。安琪赶紧点点头。那大哥也抱着茶壶过来了，高原紧接着又探吐了几次。经过这么一阵折腾之后，小伙子原先是疼到满地打滚的，现在腹痛已经明显减轻很多了。呼，高原长长呼出一口气，还好发现的及时。第196章为情所困。
一番紧急救治，总算是把人给救下来了。虽然经历时间很短，但却极为惊险。像这种喝农药的，一定要发现及时，趁着没有吸收多少的时候及时催吐，多拖延一秒钟，病人就会多上一分的危险。这年头医疗资源匮乏，交通又极为不便，也幸好高原在这里。更庆幸的是，高原能在没有任何药品和医疗器械的情况下，懂得利用这些生活中常见的东西及时施救。换个别人，怕是真出事了。高原也累够呛，干脆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旁边围观的人纷纷惊呼，他们都要以为这个想不开的小伙子要不行了，没想到还真给救下来了。前面按住小伙子的那些大汉们也是个个开怀大笑起来，救人的感觉是美妙的。旁边人精神放松下来了，这才又开始议论起来。他们很好奇，这么好好的一个小伙子为什么这么想不开，居然要喝农药。小伙子父母瘫在地上痛哭不已，身子止不住的颤抖，他们都给吓坏了。高原稳了稳心神，再度上前诊断了小伙子的情况。他说，没有生命危险了，你们再去找一点绿豆跟红糖一起煮，继续清热解毒，然后再观察一段时间，如果没有大碍的话，那应该就是没事了。哎哎，病人父亲忙答应着。尽管刚才是全程经历的，可安琪还是觉得非常惊奇，他喃喃地问，这就救下来了？其他人也都好奇地看着高原，他们也疑惑呢。旁边一个大姐问，对啊，高大夫，这小伙子喝的可是 DDT 啊，这是剧毒的农药，你是怎么把他给救了的？就这些常见的东西就行吗？你给我们说说呗，万一我们以后遇上了也好有个应对啊。周围人纷纷应和。高原点点头说，行，其实这个治疗也不复杂，治疗口服中毒一定要快，千万不能耽搁时间，时间多一分多一秒，病人就会多吸收一些毒药，情况就会更危险。清朝有本医书叫杨医大全，里面记载过怎么解砒霜毒，写了用生甘草煮汤之后加入半碗羊血活匀了，服用之后只要马上能吐出来，情况就不会很严重，如果吐不出来就要用泻药，要赶紧拉出来。所以不管是用吐法还是下法，都是要减少毒药在人身体停留的时间。我最开始用了四枚鸡蛋黄让病人赶紧吞服，这是因为蛋黄有吸附毒物和保护胃黏膜的作用，现在也找不到生甘草，也没时间煮药，所以就用盐水来代替，赶紧催吐，用一根甘草汤配羊血是一样的，只要赶紧吐出来，命就能保住，剩下的就赶紧用绿豆糖水继续解毒，应该不会再有大事了。大家这才听懂了全过程，看起来都是平常能见到的这些简单东西，原来里面还藏着这么深的医学道理啊，真不愧是高原大夫。周围人纷纷惊叹鼓掌。病人母亲瘫在地上，已经全身没了力气，可还是双手合十朝高原拜了拜。高原去扶他，举手之劳不用客气。旁边人看得感慨不已。前面提供水壶的那个大哥劝道，小伙子，人生没有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可别再想不开了。你看看刚才你爸妈都吓成什么样了，你这次幸好碰上了高原大夫，不然你爸妈可怎么办呀，你以后可不能这样了。旁边也纷纷说起了小伙子，都觉得他太不应该了。病人母亲不停擦着眼泪，刚经历了生死考验，又经历了满身大汗和现在的诸多指责，但这并没有改变小伙子的寻死之心。他躺在泥地上，目光呆滞地看着天空，嘴里喃喃地说道，让我死吧，让我去死吧，我不想活了。哎，你这人怎么说不听啊，那大哥还急了。病人母亲吓得浑身发抖，说话都结巴了，不能啊，可不能啊，才啊，你可不能再寻短见了。高原皱了皱眉，他问病人母亲，他是怎么了，为什么这么想不开？这病人母亲露出为难之色，也不好意思说，似乎是有难言之隐。而绝望的躺平在地上的小伙子却是绝望的说道，没有券儿，我就不活了，取不到捐，我就不活了。高原顿时一愣，他也没想到竟然是因为感情的事情。旁边人纷纷无语，怎么这还要死要活了。病人母亲擦着眼泪说，才啊，妈这是为你好，娟他们家是地主啊，他叔叔还逃到海那边去了，他的成分很不好，咱家世世代代都是贫农，多好的成分，你爸还是小队长，你哥哥又是个工人，咱们家可千万千万不能跟他牵扯上关系，要不然全完了呀，你以后会吃苦的呀，我们这是为了你好。吃苦？小伙子眼泪扑簌簌掉下来，而后他用力捶着地，刨着嗓子喊道，我愿意，我愿意吃苦。
我愿意遭罪，你们凭什么替我选择？你们凭什么要为我好？我为什么不能自己做决定？旁边人本来想劝的，被小伙子这一顿吼，他们也说不出口了。我。病人母亲眼泪直流，可他也说不出话来了。他哪里知道自己儿子居然这么刚烈，居然为了女人连命都不要了。高原闻言之后也沉默了。安琪心里也难受得很，他说，你要真那么喜欢他，就去找他吧。小伙子发泄了一通，身上已经没了力气，他半闭着眼睛冷无声气地说，他已经嫁人了，他说不想拖累我，他已经嫁人了，他已经嫁人了。为什么你们都要为我好？为什么？为什么？病人母亲扑在儿子身上大声痛哭起来，也不知道他此刻有没有后悔。安琪也叹了一声，他看向了一旁站着的高原，又想到了自己资本家女儿的身份，不由神色暗淡了很多。可再一想高原的过去，他又重新抬起了头，似乎觉得好像也没什么大问题。第197章，只要是你。安琪重新展露笑颜，了不起破罐子破摔，反正他们俩出身都不怎么样，谁也别嫌弃谁。至于他家里，现在天高皇帝远的，安琪就顾不上操心了。安琪又看了一眼绝望的小伙子，这事儿对他的触动也很深，他长长呼出一口气，给自己鼓了鼓劲儿，然后看向呆立着的高原，他小跑到高原面前，抬头看着高原，心里顿时紧张了起来，连呼吸也跟着急促了起来。高大夫啊，不，高原，我以后叫你高原好不好？安琪扑闪着大眼睛看着高原，围观的人也愕然地看了过来，这怎么还有第二处呢？一直魂游天外的高原渐渐收回了心神，他眸子中满是黯然，神情中也有难以言喻的复杂和痛苦。他抬起头看着安琪，就是这一眼，安琪感觉自己的心脏马上就要停住了。高原对他道，你愿意叫什么都可以。真的吗？安琪难以置信。高原道，当然，毕竟我们是很好的同事，也是很好的朋友。啊，安琪愣住了，他很想告诉自己听错了。谢谢你。高原简单道谢之后就转过了身，却发现温慧就站在他身后，不知道他站了多久，也不知道他看了自己多久。温慧看向高原，高原看着温慧，眼睛渐渐红了起来，他自语道，其实我一直都很自私，是不是？什么？温慧没听清。安琪呆呆地看着高原，心里陡然紧张起来，他当然知道温慧对高原的心思，他们卫生院所有人都知道，只是高原一直在躲着他，他一直认为高原对这个女老师没意思的，只是人家一厢情愿。但不知道为什么，安琪现在心里突然很慌。高原看着温慧，他道，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温慧小心的点点头。高原心里没由来的泛起了酸，连带着声音也稍稍有些发颤。如果将来有个人会害得你丢掉老师的工作，让你只能回去做苦工，如果将来有个人会害得你每天都提心吊胆，不敢好好入睡，半夜都会惊醒，如果将来有个人他不会顾及你的感受，只管他自己沉沦苦闷，如果将来有个人他不仅帮不了你什么，还会害了你，让你承受很多不必要的牵连，让你在别人的目光里抬不起头来，如果将来有个人他可能会出事，他陪不了你多久，他会把残破的家留给你一个人苦苦撑着，或许将来他还会害你分不到粮食，让你带着几个孩子饿肚子。温慧神情已经呆滞了，他不知道高原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而高原的情绪也越来越激动，上辈子的心酸往事一幕幕涌上心头。或许你以后每天后半夜就要背着最小的孩子走几十里山路去县城给人家那鞋底做到手指都变形了，才能换回来一点福康豆面，这样不是粮食的吃食。你会因为他遭受很多人的谩骂和指责，你会因为他过上食不果腹的艰苦生活，你会因为他每日累得没有人模样，你会因为他耽误自己原本美好的一生。高原已经说不下去了，热泪滚滚而下，旁边人都傻了，温慧呆滞在原地，安琪在一旁也傻眼了，连前面要死要活的躺在地上的小伙子都撑起了身子看着高原，你在说什么？温慧有点懵。高原擦了一把自己的热泪，他颤抖着自己的下巴，他努力平稳地说，没什么，当我发疯吧。说完高原就想走。哎，温慧赶紧上前拦住了他，挡在了高原面前，他看着高原的眼睛问，你说的那个人是你吗？高原完全不敢看温慧的眼神。温慧却继续问，
是你吗？高原把头扭过去。温慧很认真地说，当然没有人愿意吃苦，也不会有人愿意受罪。但如果有人愿意吃苦受罪，那只是因为他遇到了那个他愿意为他吃苦的人。所以，你说的那个人是你吗？高原摇头。可他原本有更好的人生。温慧却道，什么才是更好的人生？这是谁说了算的？是别人还是自己？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说，感觉好像你看见了未来一样。可在你看到的故事里，他后悔了吗？他觉得满足吗？他觉得幸福吗？高原已经不知道该怎么答了。温慧却露出了微笑，他说，如果是别人的话，我是不肯的。可如果是你，我是愿意的。高原呆呆地看着温慧。温慧看着高原，他也鼓起了勇气，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你的猜测会不会变成现实。但就算是真的，就算我知道了所有的结局，我也还是愿意的，只要那个人是你就好。高原已经整个人都傻了。温慧认真地说，可能你不知道吧，在两年前，在我妈妈出事的时候，在我最无助的时候，在我感觉天都要塌下来的时候，是你出现在了我面前。自那个时候起，你就是我人生中的一道光。高原想到了自己前世的黑暗经历，在那么多年的黑暗时光里，一直是温慧给予他温暖和力量，他才是自己黑暗人生中的唯一光亮。想着想着，高原再度泪眼婆娑了起来。温慧却展露了笑颜，他说，不要怕我吃苦了。他又弯起手臂，比了比手上的肌肉，说，别小看我，我也是很有力气的呢。不等他说完，高原上前用力地抱住了他。温慧没想到高原竟然会来这么一出，顿时闹了个大红脸。安琪小脸顿时煞白，他往后退了半步。完了，他知道自己彻底输了。旁边围观群众神色也纷纷精彩，在这个谈婚论嫁都需要媒人和长辈说和的年代，这样自由真情的恋爱让他们既惊叹于这两个年轻人的大胆，同时又艳羡之极。那喝农药的小伙子在呆滞之后转过头，用拳头狠狠砸地面，而后大声痛哭了起来。天哪，那个小胖子根本没去找爸妈，他也在这里看热闹的。待看见这一幕，小胖子两个小眼睛都提溜圆了，他还是第一次睁得这么大。良久，高原终于放开了温慧。温慧已经晕乎乎了，跟做梦似的。高原一把抓住了他的手，对他道，走。温慧迷迷糊糊地问，去哪？高原道，去找那个老秀才，我要把他的灯谜全都解开，我要把他的书全部赢下来，我要把我们的这一天重新铭记。但我不会让那个未来再次到来了，这一世我要一直做你生命中的光。温慧虽然不明白高原说的是啥，但他还是用力的点头，我相信你，走。高原拉着温慧的手，朝着嘴臭的老秀才大步跑去。第198章，不喜欢了呀。啊，这温家人已经不知所措了。温父蹲在门口抽烟，温母没了主意，只能不停搓着手上的围裙，无助地看向儿子，又看向蹲在门口的温父。温哥也傻了眼，摸着鼻子不知道该说什么。温嫂则抱着温馨叶晃过来晃过去，一边用余光看这边的热闹，偷偷吃瓜。温慧看着全家人沉默的样子，他说，怎么了？你们要不说话，我就当你们没意见了。温哥也很纠结，他小声问，会啊，怎么会这么突然？你该不会是想用自己报答人家吧？温慧皱眉道，什么呀，哥，你不懂，我们这是爱情。温哥顿时一愣，他哪知道什么是爱情？他不过就是年纪到了，找村里长辈说和了一门亲事，然后凑合一起过日子，仅此而已。温嫂闻言也看了过来，眼神中不禁流露出艳羡之色。跟这些糙老汉不同，女人的心思总是细腻一些的，也总是对美好的爱情有所向往。蹲在门口闷头抽烟，全家最糙的糙老汉温富气的用烟袋锅子砸地，无语道，我爱你妈卖麻花情哦。温慧对着老爹翻了个白眼。温母一直在抠自己的手，她紧张地问，我听说高大夫他是不是出过事啊？我好像听人说过他这个人有问题啊，他是不是进去过？他会不会影响你啊？温慧道，他是被人冤枉的。真的？温母急问。温父也赶紧回头看。温慧斩钉截铁道，我相信他肯定没做过坏事，他不是这种人。温父无语地转过了头，合着是他这个愚蠢的女儿瞎想的，他还以为高原真被平反了。温母焦急地说，可他肯定会影响你的，你以后怎么办呀？
温慧问。妈，你知道什么是爱情吗？温母茫然地摇摇头。温慧指了指桌子上的麻油灯，就跟飞蛾扑火一样，明知道会被烧死，可还是心甘情愿，义无反顾。温母脸顿时一白，这咋还要死了？温嫂顿时露出惊奇之色，爱情这么刺激吗？温父眼前一黑，骂道，什么爱情不爱情的，自古以来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不同意。温慧却道，那都是旧社会的事情了，咱们现在都是新社会了，婚姻自由，恋爱自由。爸，你该不会想着跟国家对着干吧？不会吧？你嘴笨的糙老汉，哪里比德国能说会道的温老师啊？温父气得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温慧又问，爸，你知道什么是爱情吗？温父下意识应了一句，什么？温慧回答，就是有那么一个人，你可以为了他跟整个世界对着干。温父脸都绿了，气得直发抖，完了完了，就不该让你读书，书都从鼻孔里面读进去了呀。温嫂也傻眼了，爱情怎么越来越刺激了？温哥苦口婆心劝道，慧啊，你要好好考虑一下现实情况。温慧摇头，爱情从不考虑现实。温哥被噎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温慧认真地说，哥，喜欢一个人是不容易的，你也不想我跟一个我不喜欢的人一起过下半辈子吧？我温哥嘴也很笨。温慧又补了一句，而且他还救过你女儿的命呢。温哥彻底无语了。温慧，温父气的把烟袋子往地上一砸。温慧赶紧补一句，他也救过你老婆呢。你温父气结。温嫂也看呆了，他这个小姑子战斗力好强啊，是有爱情滋润的女人都这样吗？这一想他更艳羡了。温父气的大骂，你脑子坏了吧，就该找个好大夫给你好好看看。这话一出，全场顿时陷入了诡异的沉默。温慧骄傲地挺了挺胸膛，找大夫，县里还能有比高原更好的大夫吗？高原放下了卫生院的工作，回到家里说了这件事情。这高父高母也是惊诧到难以说话，不过他们不是惊怒，而是惊喜。高原都快三十了，在这个男二十女十八就到法定结婚年龄的时代，这就已经是大龄剩男中的剩男了。高俊也悄悄看他老哥，他也想不通，之前他老哥一切都好的时候当然是很受欢迎的，现在都这样了，居然还能找到这么好的亲事。再看他自己，啥也没有，啥也不是。高母在惊喜过后就赶紧说要给高原张罗婚事用的东西了。高母一边念叨一边数落家里怎么感觉什么都缺呢。高父也是兴奋地转圈圈。高原看到自己父母兴奋的模样，他也露出了笑容。这个年代的爱情和婚姻就是这样，大家都不习惯无休止的爱情长跑，他们想要的是你就好，看上了就结婚，简单而又炽烈。高俊忍不住问，他们家没意见吗？一句话出，全家气氛瞬间掉入冰点。是啊。高母顿时紧张起来。高父陷入了沉默，人家条件那么好，又怎么会轻易同意这门亲事？高原则宽慰道，不用担心，我会处理好的。高父高母都点了点头，可神情还是不安。这世上就没有不透风的墙，高原谈对象的事情很快就在附近几个村子传遍了，大家都在议论这件事情，都在说高原要结婚了。杨家人这些天自然也是听到很多了，村里人也向高父高母打听。高父高母只能含糊地说，孩子的事情让孩子自己去处理。见对方讳莫如深的样子，大家更好奇了。等高原来村里巡诊的时候，大家又很八卦地询问他，高原给出了肯定的答复，还说到时候请大家吃喜糖。这一下所有人都确认了消息，杨家人再度陷入沉默之中。某日收工，在一片火红的晚霞中，杨秀英走上了村后头最高的山头，望着满天云彩舒卷无序。秀英呀。杨霸站在杨秀英后面，也不知道该怎么劝说。杨秀英只是呆呆地望着云霞，过了一会儿他突然说，爸，给我说门亲事吧。啊，杨爸一怔。杨秀英平淡地说，之前不是说县杨灰厂有个工人想跟我说亲吗？找个时间让我们见一见呗。杨爸想说点什么，可最后还是沉默了。他拿起烟枪抽了几口才说，好。杨德贵看得有些担忧，他问，姐，你不喜欢高原了吗？杨爸皱眉看向杨德贵，而后又紧张地看着杨秀英。杨秀英神色却很平静，他转过身来看着两人，背后的满天云彩衬得他浑身冒着红光，煞是好看。他淡淡地摇了摇头，微笑着说，
不喜欢了呀。第199章麻花情。温慧是一个脾气性格都很倔强的人，也是一个战斗意志非常顽强的姑娘，不然上辈子也不会把家人都搞得没办法，最后只能随她嫁给高原。不过话说过来，其实上辈子的阻力更大，毕竟这辈子高原对温家还有两次救命的恩情，而且高原获得的成就比上辈子高很多很多。不过高原还是再一次站在了温家大门口，温家人在屋里面都快愁死了。温父甚至回忆起解放前他被地主逼债时候的场景，那时候他就跟现在一样窘迫，连房门都不敢出。高原直直地站在了大太阳底下，虽然没人理会自己，但跟上辈子比起来，这待遇已经好太多了。怎么办？房子里面温哥一摊手，他也没辙了。温父不停抽烟，浓烟滚滚的，都差点把房子给点了。温父也愁得要命，要是别人在外面，他早一巴掌过去了。可站在外面的是高原，是他们家的救命大恩人。温嫂抱着孩子，看看外面，看看里面，再一次惊叹于爱情的力量。温慧则骄傲地抬起了头，这就是他选的男人。咳咳。温哥都被呛咳嗽了，他道：爸，你可别再抽烟了，我眼睛都快睁不开了，你倒是说说该怎么办呀。怎么办？我哪里知道怎么办？温父气得怒拍桌子。哇，孩子都被吓哭了。温嫂也不敢再吃瓜看热闹了，赶紧把孩子抱进里屋。温父更添烦躁。温母坐着唉声叹气，他又站起来看看外面，小声问：外面太阳这么大，他会不会晒渴了呀？温父骂道：你有毛病啊，你管他口渴不渴干什么？他要是渴了，自己不就走了吗？温母也不敢反驳，就小声道：我怕他不走，万一晒出事情可怎么办？温父都给气哆嗦了。温慧望着外面，见外面高原还是站得笔挺，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想到了之前读过的一首诗歌，叫《白杨礼赞》。他觉得高原现在站的就跟白杨一样挺拔不屈。外面太阳很大，高原很快就出汗了，也开始焦渴起来，但他却没有半点动摇，还是傻愣愣站在人家门外。过往的村里人也都发现了，又闲得蛋疼跑到温家门口打去。温父更烦了。过了一会儿，触工铃响了。温哥问：爸，咱还要不要去赶工分了？不去了。温父大声道。温哥也无语了，抱着手透过窗户看了看高原，他说：哎呦，他不会要晒中暑了吧？温慧紧张了起来。温父都闭上了眼。高原抬头看了看毒辣的太阳，他长长呼出来一口气，他心里也很清楚，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你真以为说服温家人很容易？上辈子高原也是玩了命的，不吃不喝站在温家门外，直接把自己给站晕了过去。温慧也在里面绝食抗议。温家人全傻眼了，不过就是一桩婚事，这两个年轻人怎么还玩上命了？最后他们没了办法，才只能同意。所以高原是有心理准备的。不过这辈子看热闹的人比上辈子多很多，谁让高原这辈子的名气比上辈子大了那么多呢？出宫铃已经打了三回了，温家外面还是挤着一大堆看热闹和起哄的人。小队长都过来骂街了，这些人也不舍得走。后来连大队支书都来了。他们村里的卫生员也在这里瞻仰名医罚站的风采。眼见着外面场面越闹越大，温父也觉得骚得慌，怎么那么丢人呢？外面围观村民也在不停起哄，大队支书都来劝了，他怕万一真出点事情可怎么办？有什么事情可以好好聊聊吗？毕竟他们县里可就这么一个名医啊。其他人也都帮着高原说话，这几年高原抗击传染病帮了很多人，他又积极参与爱国卫生运动，提出要给每个生产队培养卫生员，培养助产士，还完善了卫生防疫制度，这都是高原扎扎实实干的实事，所以高原的群众基础是很好的。见到这场面，高原心中宽慰了很多，他重生回来两年，也使劲扑腾了两年，至少他是做出些改变的。上辈子全是看热闹的，哪有这么多人帮他说话？这边的消息都传到他们这边紫香卫生院了，谭元都准备动手来支援高原了，往常都是高原支援他们，这回他们终于能反支援一把了。只是高原不确定这人到底来帮他的还是来看热闹的。最后温父没办法了，他顶不住这么大的压力，而且高原毕竟是他们家的救命恩人，总不能真让人家晕在外面吧。温父把烟袋子放下，捶了捶桌子说：去吧，把门打开吧。温慧赶紧把门打开，而后朝着高原飞奔而出，这是他能想象到的最浪漫的事情了。在里屋看外面的温嫂在赌艳羡起来，造孽啊。
温父用手捂脸。温慧跑到高原身上，他很想扑上去，可旁边这么多人，他又很不好意思，只是红着脸问：热不热呀？没事。高原摇摇头。温慧给高原擦了擦汗，看到对方晒得烫红的脸，他又是感动又是心疼。你怎么这么傻呀？晒中暑怎么办？很危险的。高原宽慰道：放心，我出门前喝过生脉饮的，没那么容易中暑。啊。温慧顿时一愣，亏他刚才还感动的哇哇的，合着对方一言不合就上科技啊。妈的，果然是名医。趁着对方愣神的功夫，高原拉着温慧进去。走。见两人进来，温父眼前一阵阵发黑，他无奈地说：给拿碗水吧。温母赶紧进去端水。温父心累地挥挥手，他道：坐吧坐吧。哎呀，高大夫呀，我。哎，你也要体谅一下我们呀。我们是很感谢你对我们家的大恩大德，但这跟结婚生孩子是两码事啊。我就这么一个女儿，我很希望她能过上好日子。你这。哎呀。温父又头疼地看温慧。温慧低着头。高原压根没敢坐，他道：您误会了，我今天来不是向您逼婚的，我是想跟您聊一聊。嗯。温父疑惑地看着高原。其他人也都看向了高原。高原认真地说：爱情并不只有冲动和不理智，还有责任与担当。我过来只是想跟您说，请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会给出扎扎实实的承诺，我会让您放心的把女儿交给我的。房间里面的众人都呆住了，他们没想到高原在外面晒得跟鱼干似的，就为了说这么一句话。你聊这么一句话，需要在外面吃那么多苦吗？高原诚恳地看着温家人，他感觉自己上辈子就是个棒槌，做的都是不负责任的事情。温慧咬着下嘴唇看着高原。温父大松了一口气，他是真怕高原是来找他逼婚，还好这人讲道理啊，真不愧是个读书人，是个大学生，连带着温父看高原都顺眼多了。温父扭头对温慧教育道：这个才叫爱情。温慧嫌弃的扭过头，小声逼逼：爱你个麻花情。端着水的温母也露出了笑容。房门口的温嫂看得两眼放光，一直用手指甲抠门缝。温哥也呵呵笑了笑，然后扭头看自己的老婆。温嫂翻了个白眼，嫌弃的进屋了。第200章胡仁华的神操作。高原再度回到了张庄卫生院。卫生院里自然也知道了高原谈对象的事情，他们倒也没别的意见，都是祝贺的想法比较多。当然除了安琪，安琪整个人都荡下来了。这种事情大家也没法劝，也不知道安琪有没有哭过。反正过了两天，他就红着眼睛就跑去找了胡仁华，说：院长，我想走了，我要调回市里去。啊。胡仁华吃了一惊，他还想着明年就跟首都肩并肩呢，怎么可能今年就把人给放跑了？再说了，他们卫生院的产科就这么一个人，这要是没了，那可完蛋了。胡仁华赶紧站起来对安琪说：小安医生啊，快坐快坐。安琪低着头拉着自己手指说：不坐了，我收拾收拾东西就准备走了。胡仁华哪想到这人说走就走，他不敢怠慢，自己都不敢坐下了，就说：别呀，我们当地老百姓可离不开你啊。我们你要在这里做贡献啊，你要闯一番大事业啊，你要在最艰苦的地方做最伟大的医生啊。安琪却倔强地摇摇头：我不要。哎。胡仁华愣了一下，他之前见高原说这些东西都是一套一套的，几乎是一说就中就没有失败的，这怎么到了他头上就都不行了呢？安琪悄悄抬头看一眼胡仁华，小声道：你这都是高原大夫说过的，你怎么抄他的？哎。胡仁华想急眼，都有点要气急败坏了，这好好的一个姑娘怎么还长了张嘴呢？安琪道：反正不管怎么说，我都是要回去了，再说产科和妇幼保健就我一个人，我根本忙不过来。胡仁华想了想问：是不是因为高原大夫啊？一听这个，安琪顿时委屈的不行，眼泪都要掉下来了。胡仁华一拍桌子怒骂道：好他个始乱终弃的陈世美，我帮你出气去。安琪一愣：高原始乱终弃了吗？胡仁华对着安琪大包大揽道：你放心，这件事情我帮你处理了，一切都交给我。安琪有点难以相信，他问：这你都能处理？胡仁华认真地说：相信组织，一切都交给组织来处理，组织上会给你一个说法的。安琪呆住了，胡仁华则是自信满满的转头出门了。
然后就见到高原在诊室里面写写画画，在纸上写了不少东西。他跑了进去，把高原桌子上的书往地上一砸。高原被胡仁华的莫名其妙的举动弄得自己莫名其妙，他问，你干嘛？胡仁华对着高原用力一声，哼。高原更不懂了，胡仁华一句话没说，转身就出门了。门口安琪看完了全程，等胡仁华出来的时候，他懵逼地问，就这？胡仁华说，这还没开始呢。安琪问，那你刚才是在干嘛？胡仁华光棍地说，哦，没事，只是趁机发泄点私人情绪。安琪懵了。胡仁华走了，转身又去把李胜利给拖过来了，他问，之前那个经常来我们卫生院的那个助产士叫什么名字？李胜利没听懂。啥？胡仁华又道，就是跟高原眉来眼去的那个。李胜利脱口而出，杨秀英。胡仁华问他，对，他在哪个生产大队？李胜利警惕地问，你想干嘛？胡仁华板着脸严肃道，说这是命令。高原记得很清楚，在这一年首都举办过一次全国群英会，当时已经很有名气的蛇医季德胜就是作为全国卫生工作先进者去了首都，然后被领导接见，还成为了中医科学院的研究员。高原同时也记得很清楚，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面，他们这块地区又要爆发一次流行性乙型脑炎了。乙脑这个病在这个时代爆发的频率还是很高的，而这一次高原的印象非常深刻，因为产生的影响很大，尤其是他们县是个大难题。而在同期，岭南地区也出现了乙脑，且范围更大，所以最大专家都去了岭南。后来大家都记住了岭南的那次，却没人记得他们这次。高原想做的就是尽量尽早把这个要命的传染病给稳定住，他要做出重要的贡献来，看看有没有机会获得卫生工作先进者的称谓。所以这段时间他一直在忙这个，这是他对温家人的承诺，也是他对温会未来的承诺。同时他的内心也急迫了起来，因为他离着那个可怕的未来不远了。胡仁华也一直在早出晚归，高原也不知道他去干嘛了。然后他就给高原整了一个大惊喜啊！等在看到杨秀英的时候，高原也懵了，他也没想到胡仁华居然把杨秀英整到卫生院里来了，让他做产科的护士和助产士。卫生院里面的其他人也被胡仁华的神操作给惊呆了，卫生院就这么点大，也就这么几个人，根本藏不住事情，谁不知道谁啊？正因为了解，所以大家才懵逼，就连安琪也傻眼了，把他倒立起来，他也没想到还会有这种操作。胡仁华美滋滋地说，这就不用我多介绍了吧，我们卫生院的妇幼保健工作确实进展很慢，而小杨同志的理论和实践能力都是非常出色的，所以我特意把小杨同志从公社借调过来，他现在的工作关系还在生产队里，还是需要交钱买工分，不过我会尽快帮他处理好这件事情，会让他尽快吃上商品粮的。好，小杨同志，你就在这里好好干，其他一切都交给组织。杨秀英点点头，谢谢院长。其他人也都懵逼了，都不知道该不该鼓掌了。高原上前拉过了胡仁华，把他拉到旁边去，他压着声音问，你干嘛？你不是答应过我不会动村里的卫生员和助产士的吗？胡仁华道，你是知道我们卫生院现在的情况的，产科确实忙不过来，妇幼保健工作基本没有精力开展，你不能指望安琪一个人做这么多吧。至于你们村里，我已经跟隔壁村谈好了，委托邻村助产士帮忙，另外我们会尽快再培训一个助产士的。